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那么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师父为我们简单的说明了禅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什么叫禅定，如何进入禅定的状态。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像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在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就是比较接近一种禅。那么这让我想到，事实上在任何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可能师父老师会教导你的是一种技巧，可到最后呢，你会进入一种境界啊。我们就说啊，这个人的画很有境界，就是超越技巧。那个境界可不可能不能算是一种禅定？譬如说有的人他在创作的时候，他真的会觉得他是很定，然后跟那个画融为一体，那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接近禅定的经验？如果要将禅说这是定，这应该是把它分开的啊。中国的禅不一定是定，但是呢它没有定的基础的话，中国的禅出不来。中国的禅是禅和定啊，是啊平行的，也就是说它是智慧，纯粹的智慧叫做禅。可是呢像这个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宋朝的时候，禅宗传到了日本，那日本就对那个禅的这个这种体会啊，就是凡是宁静的稳定的简单的而非常有啊力量的这个叫做禅。因此他们这个射箭就是箭道，这个舞剑哈，那宝剑那个剑是又叫剑道。另外呢插花叫做花 道，对，泡茶叫做茶 道，是。但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叫它就是道，那个道的意思就是跟禅是相同的东西。这个道也就是智慧，那就是说这个是啊禅的文化产生的影响力，而变成了实际生活之中啊大家都能用得到的，这个叫禅的文化、禅的艺术、禅的生活，那就变成了就是生活性的、生活化的禅。那这是不是定呢？这个跟定有一点关系了。比如说日本人的那个茶道啊，泡茶的时候，他这个你看到他这个泡茶的人穿的衣服以及他的动作都是有板有眼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啊，干脆利落，但是呢有条不紊，而呢非常的稳定安详。他这个把这个倒水是烧水，然后呢泡茶冲茶，然后呢甚至于喝茶的时候一样有他的一定的动作，你没有循着他的动作来做的话，大家说没有礼貌，就是不懂得喝茶道，不懂得茶道，也不懂得喝茶的艺术。就是我们参加那个日本人喝茶的时候，如果不习惯的话就是受罪，就是为他喝一杯茶他有那么多的仪式、但是呢你是懂得日本文化，来享受日本文化那份宁静、那份安定、那份的祥和，就让你觉得享受。是，所以是他那个喝茶里有个茶亭，那个茶亭里边呢他那个摆设也都是非常的简单淳朴，吃的碗也是非常简单，不是啊那花花绿绿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禅的精神，有禅的文化。是不是这定呢？很难说。它不是定，它只是说让你享受到一份宁静。那么插花也是的，像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花
这一盆花，其实这一盆花也不错了哈、哦。是，也是很有禅味、嗯。也是不错。那这个插花的时候，他用很细腻的心来直接的观赏这幅画。插的时候，不是说因为是只有这个粗枝大叶的几根叶子啊，一朵花啊，有几根线条啊，不是啊，他是经过深深的思考的，好好的观察的，慢慢的在那一项一项就配上去的。不是就打了一把装进去的，拿了一把装进去，虽然简单，就不是，那不是花，不是插的花。嗯哼。因此呢，它这个过程，一步一步的过程，这个跟禅的修行是相同的。这个过程就是说，很细腻的，很用心的，一片叶子就是一片叶子，一朵花就是一朵花。嗯。它是看了每一个细动作。每一个角度，每一根线条，都能弄得很清楚，在头脑里头，他的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个，可以说这是一个禅的一种模式，或是定的一种过程。那就是说从那个生活中啊表现出来。那是不是定呢？没有，不是入定的。真正的入了定的时候啊，是他那个心智没有另外的念头起伏的。他这个心止于一定，止于一点，止于一点，或者是在一念一个念头上，或者在一个点上面，而是在变成一片。这个禅宗讲说功夫成片，是。他那个功夫成片的，就是说他对他自己的动作都是清清楚楚的，非常清楚他自己在是做什么东西。那这个也可以叫生活的禅的生活。一个是在修行过程之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呢，修行过程，已经出了定以后，他的心还是很宁静的，也是这个样子的，可以说跟定啊有相关，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定。是，谢谢师父的开示。那透过师父详细的解释，我们知道禅呢是一种稳定、安详、简单、宁静，而定呢是心念统一。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多一点禅的味道，就像师父所说的，过在生活里面有禅或者过禅的生活，相信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更多智慧，更为圆满。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